爷爷，你见过我爷爷吗？爷爷经常做运动。奶奶，听说奶奶周末要来看我。我奶奶爱好跳舞。叔叔，我叔叔下个月要结婚了。叔叔赚了很多钱。阿姨，站着的那个阿姨是谁？我的阿姨为了工作离开了家。长，小明又长高了。你女儿长得和你一样漂亮。鼻子，你的鼻子怎么了？感冒的时候鼻子很不舒服。嘴，你嘴里是什么？你的嘴真甜。像，他像他哥哥吗？你的行李箱和我的很像。啊，我现在给你发一张照片。公司给每个人都发了新年礼物。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70多岁了，爷爷比奶奶大3岁。他们住的离我家不远。每个周末，爸爸都会带我去看他们。爷爷奶奶一共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就是我爸爸，小儿子是我叔叔。爸爸和叔叔长得像奶奶，特别是鼻子和嘴。叔叔是在广州上的大学，上完大学以后，他就在广州找了一个工作。他的工作特别忙，为了工作，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。爷爷奶奶很着急，经常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每次叔叔都说还早。昨天，叔叔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们，照片里是他和一个漂亮的阿姨。叔叔说他们已经认识了5年了，他们准备今年10月结婚。